干嘛？打开，什么东西？打开你就知道了。苏之念，你真让我打扫卫生啊？不然你以为今天白天的 PPT 是白看的吗？来，好好看看我这双手，是用来打扫卫生的吗？啊？苏之念，我警告你，不要一再挑战我的底线，你把我逼急了，我，哎呀，我就咬牙干了，满意了吗？可以了吧？干净了吧？满意了吧？嗯。下一项，拖地。现在拖的每一条路径都会形成路径依赖，自然强化之后会成为你未来的每一个选择和你做事的习惯。从边际效应递减看，越自律越自由，而归纳分类就是自律的基础。可以了吧？